估计那边有人拆书，磁铁不拆，直接跑。哎呀，差那么一秒，又差一秒，哇，难受的一批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火都能空，好像我就挪了一下，这火就空掉了。你看打 F 五在这跟你跑，疯狂跑，秒救不让我开二级技能。球所有都用掉了吧，这是暂时不追了。那我这边我是炸了呀，没有二级技能，没法打。然后刚才那个磁铁是绕过去了，绕到小木屋去了。怎么老不在领域里面啊？双人救。怎么隔窗刀也没有啊？哇，
心态崩。崩就崩在跑马拉松，然后被秒救了，技能都开不了，那就不惨了，带个金身，然后再带个彩板了。他秒救都不让你开二级技能，双刀都打不了，马拉松倒是没什么问题。怎么小木屋没有那个？想装修不存在的。现在前方都不撞人，全他妈玩这招。一万个火，我输了，这波人要救下来了，打针队了。蹲地下了吧，这个人。
隐身技能。不应该挂的，应该把黑。蜘蛛放出来，我也不想用。蜘蛛马上就要被削了，估计他被削了以后也不会有人搬蜘蛛了。哎呀，没距离，难受。跟他有距离就好了，那火就一定能中。你看这波我节奏就很差，怎么这边还没刷椅子啊？我还特地要挂到废墟，太远了。还没火。双救。打他没用啊，打他有什么用？躺了一个最没用的。他妈！
你这烦不烦？你看这烦不烦？咋了？又只能留一个了。还是不能的，放先知，放先知难打。把先知放出来打，哦，把那个戒尸放出来打，开二级技能。慢烦，还交了个分身，交分身也没用啊。前锋，他没那个加速的，骗人真鸟。前锋还在修。估计是等会又要开球的，不开，应该是打算要调上师来救，他还在修。调上师救了，不过不应该，前锋过来了，前锋他没修那台电机，估计是双救，反正我离远一点。双救，这倒也空了。没人去了。
前方还有满球，贼满，好像是应该是在桥边摸的。我这边还要防一手，他开长球，双方都摸好了，这边开球救的，卖掉了。前方还有怀表，终点是前方的遗产机，先支亮的，先支亮的，他可能会来寻找木马，然后前方过来救。前方到了，看来他的球都开完了。OK， 最后一个也在桥上，那这把四杀了呀，没了，送了。祭司放出来都不用。我不搬祭司了，之后祭司也要学。这缺点有点烂了，我得跑到人皇基去。前锋、调香、机械师。人好多啊，这一个地方刷三个。你跑，你都我有技能，那你还跑？翻板是真的快呀！干嘛啊？狂按秀的都被按出来，就火。难受啊！现在这个秒就简直就是成了一个毒瘤，卖掉了，没有，不卖。
卖了。距离好短啊。礼尚往来嘛，揍我一下付出代价。跑了，刚看见你的球就直接跑了。沉迷修炼即无法自拔，无所谓，反正我等会也要坐椅子，不投那就跟你们玩呗。这个高低差根本用不了。二刀还不能中枢。我正想说他们不投把你流血流死来着，算了，素质太低了。
如果技能开得快的话，其实那个也可以，前锋也可以抓的，给自己加个速。应该没人拆树吧？啊？怎么打到前锋了？哎，你敢分身吗？慌的哟。干嘛？按按，怎么就按不出来呢？键盘都被按坏了，我天！修还是你修啊？这黑妹要是救得下来，那真是……我日，还真救下来了。有猴子，来到那边当面摸呢。隔窗刀呢？不追了。怎么刚才那么卡？是拆我树啊！这是，
不要飞了，应该在角落里面。不在的话，那他肯定沿着角落往双十一跑了。耳鸣亮了，还摸了个针。弹射前锋，不带怀表。你看这现在前锋都不带怀表，都打算玩秒救。完了，就很真实，他们都不装人了，玩秒救。既然你开不了技能，椅子上的人还能溜你。怎么回事？这刀控的好奇怪啊！太卡了吗？我看一下，我没下东西啊。好像是在跑，看看这边磁铁和小箱。应该这边是转大房了，转大房也追吧，磁铁在大房好追。我有眼，我有风窗，还有树。哎呀，我特地绕了一下，还捡到了。马拉松，哎呀，马拉松，暂时不追。哎，捡错了，白给。锁电机啊！我想给他一刀气流刀，不敢给，万一这个人摇下来我就炸了。还有一只鸟，我这边是双火。怎么变湿了？
快点赶过去，哎呀，地窖修出来了。我要在这些人飞之前把他干掉啊。地窖大房，